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雄，久违的相见哈。最近确实是做视频的动力不太足。闪电侠的电影大家都看了吗？我个人觉得还行，起码相比近几年的超英片来说是不错的。今天咱们来开箱一款去年出品的产品，由闪点工作室出品的《正义联盟：末日闪电侠》。会买这款产品主要是因为当初以为其他家或者六寸厂会出，结果过去这么久，几家版权厂都没动静。目前看起来，除了原野是不会有版权厂碰这条线了。我个人是希望 Marfix 出六寸的。12寸闪点算上之前出货的小丑，还有没出货的丧钟和魅拉，算是把角色补齐了。后面这两款出货我也会来开箱拍一拍。收回闪电侠，包装虽然分了两层，但是内容物上极其的简单。其实结合它千元的售价，如果能给一些特效件也是不错的。手型只有4个，甚至没有给握拳手，也是少有的觉得握拳手还挺重要的。抠是真抠啊。配件他们估计实在是想不出来给啥，所以只有一把金属蝙蝠飞镖，还专门给了个手型拿它。口袋方面就分两块来说了，面雕方面我个人觉得还是做的蛮好的，整体面部特征拿捏的比较到位，眼睛做的不错，里面还有淡淡的血丝，看久了总觉得眼神里透露着一股末日的悲凉感。眼罩部分的刻画也算比较还原，接下来就是头盔的部分了。其实头盔盖着的造型还是比较还原的，一个是扎导的红色，另一个就不知道是哪儿的了。古登版貌似并没有出现这个造型，并且两款面罩在造型上是有做出区别的。面罩同样采取磁吸方式安装，安装好以后还是比较牢固的，上推就可以打开面罩了。需要注意关上容易和鼻子剐蹭，但是开合造型上又和电影里有差别了，只能算是打开了一半。对比电影里下巴那块，按道理也是开合的，可能是技术力有限，并没有还原出来。其实这款都已经给到磁吸连接脖子和头了，如果能给到固定造型的头雕替换着来，可能才是最优解。产品全身的盔甲使用了大量金属件，正面你能看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金属材质，拿在手上沉甸甸又冰冰凉。但是同时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量，它的背部这块用的是软胶，胶衣的部分全身红黑相间，两种颜色还做了不同纹理，接缝处理的也是很丝滑，缝线工整，并没有出现歪歪扭扭的情况。虽然我不太喜欢胶衣产品，但是这一身也值得夸赞下。整体造型上我个人挺喜欢的，但是对比剧中还是会看来有些差别。一个是腰带扣，电影里其实是个 F 的标志，再一个就是肩甲需要自行塞海绵垫一下，才能有电影里那种肩甲的效果。纯站立是因为胸甲的干涉，会稍微有些螃蟹臂的情况出现。脚上盔甲的绑带是活扣，所以凹几次造型就会需要上手打理一下，避免一个疏忽扣子就解开了。我个人觉得这款最大的加分项就是这一身盔甲。之前咱们开箱过一些盔甲类的角色，但是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用力过猛。他家这一身做旧，我个人觉得看着是比较舒服的了。身上采用了大量银色进行干扫，包括盔甲上一些小凹痕也非常自然。背上盔甲虽然是软胶，但是观感上和金属部分毫无差别。最后就是可动，也是这款最无奈的槽点。脑袋因为磁吸，所以可动没毛病，但是容易自己歪掉。这其实没有替换头，完全可以不用多此一举。胳膊因为盔甲和胶衣可动很一般，平抬还是齿轮关节大可不必。腰呢，前后会回弹。加上胶衣懂的都懂，腿因为盔甲太重，前踢把持不住，这里他又不做齿轮关节了。脚踝是个双球关，接地不错，但是偏软，加上本体偏重，站立很容易倒。总的来说吧，闪点其实敢做这款还是要点勇气的，毕竟这款在电影里加起来好像还没出场10秒，甚至连全身都没有展示到，加上是第三方没有版权的资料支持，他们也还是做出来一款基本上和电影没差的闪电侠。整体上完成度很高，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素体确实拉胯。虽然盔甲和胶衣会限制可动，但是这款我真的摆不了啥 pose， 基本上就是个大号手办了，没有给闪电特效件也是个遗憾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不是想凑齐一个系列，我个人是不太建议购买这款。加上做视频是 Marfix 展会放出了末日小丑，说不定他们会凑齐末日线，起码把玩体验和价格上能让大部分人接受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行，还请一键三连加关注。我是阿雄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